由雲安發展的英皇道101號發展商開放了示範單位，我幫你們探過路。示範單位有兩房、三房，但一房呢做了個模型給人看的，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，我們看一下模型。大門入到來有個走廊位，做了一組鞋櫃，直接就有一個飯廳、客廳，在廚房，廚房就一字型，沒什麼特別，工作台面不夠，又有一般半邊的功能就放在這裡。露台啦，睡房啦，浴室的入門位就在房邊入。發展商不做一房的示範單位，主要就是一房的比例不多，二來一房是很容易賣光，所以只看模型你會買嗎？歡迎留言告訴我，拜拜。